送给谁啊？送给阿峰阿哥的。阿明啊，去凤记。好的，老板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午餐前需要下订单了。如果用回那批好的原料，价钱相差多少？300天左右。冯总，阿平，你来啦！阿峰啊，你有送个苏凤仪，仲要施得人人生意兴隆。阿客气啊，余英良我呢？阿平眼眼无见，见一茶交，掟他就送过来，啊？坐。